不要再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一分钟将心好好欣赏你的美，幸福搭配别笑，同时加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被你打败，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痛苦难你释怀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， 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追。穿着格仔衫企喺度咧，好似裝修師傅咁樣。一開聲唱歌，但係咧一開聲唱歌咧就上身咯喎。係啊，真係好得意嘅喎，係咪啊？你幾尷尬？我都唔知。阿尷尬輝係咁咧，我想問下你點解唔挑戰阿快哥？你上次咪做咗幾好團戰？未敢挑戰住，未敢挑戰。但係我覺得你挑戰王力宏嘅歌都係膽生毛嘅已經。係啊。我睇下啲評審又點睇你膽生毛呢單嘢先啦，肥媽。佢一出嚟嗰陣時候，我個心驚啊，你知嘛？我一睇王力宏喎，佢係咪揀錯歌啊？真係自己度為佢擔心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係㗎。但係真係好入戲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佢一出嚟嗰陣時候皺曬眉頭企喺度啊，成啊！其實你話俾人聽，你係素人又未學過唱歌咧，真係想你而家咁咩意思啫？你咩意思啊？咪真係好中意阿輝子，你係令到好多素人有希望嘅。好，輝陣喺中年好聲音一二裏邊咧，我見過咁多參賽者咧，我開始你俾咗一個感覺，就係、是、你可能係中意嘅羅啟豪。羅啟豪因為已經越嚟越多舞台經驗，我睇到你嘅潛質可以向佢嘅方向邁進嘅。你係一塊要再雕琢嘅玉，而雕琢完之後係一塊翡翠嚟嘅你。多謝多謝多謝天叔。方老師，若然嘅感情咧，明顯地咧係比你好嘅。你而家咧係用 technique 咧去取勝嘅。如果你再可以多啲嘅感情融入喺你嘅技巧當中嘅話咧，咁成件事嗰個效用、嗰個效益就會好好多啦。加油啦！好，多謝多謝。Thank you， 輝子，即係咧，你個人平時行街啊、做嘢啊，可以好含蓄啊，但係一攞住個麥上台，就唔該你將嗰啲爆發咧喺個樣嗰度。我哋請埋若然上嚟啦。一個充滿情感的若瑩對住一個充滿 technique 的輝子，究竟是你 kiss 佢 goodbye 啊，定係你 kiss 佢 goodbye 咧？睇睇。
輝子，你睇下佢幾尷尬，晉級都咁尷尬，其實佢唔係做出嚟。恭喜你，你晉級。多謝多謝。